云林县政府反倾销保护优质毛巾产业成果记者会，记者会开始。反倾销保护优质毛巾产业，云林乡赞。咱云林县的后背会使讲是台湾毛巾的重镇哦，咱的产量呢啊占全台湾的90%的市值哦，会使讲是话咱云林县非常倚重的一个地方的产业对吼。但是伫差不多2000年的时阵呐吼，那受到中国毛巾的这个倾销，所以讲咱的这个毛巾产业吼一度呢啊几乎是陷入到啊非常沉重的一个困境里面吼。啊，好你加载了，咱这产业吼，啊，大家经营者拢真有迄个志气安尼吼，唔盲讲伫逆境之中能够找到一条出路吼。当然政府嘛，必须要对这种吼倾销无公平这种贸易咧，必须要有一寡一个制裁的办法。啊，所以讲迄当阵对民国95年的时阵咧，就第一摆来对中国的毛巾课征这个反倾销税吼。啊，五年的时间，六年就就过啊吼。咱的业者咧吼，真积极加入投资就对吼，唔盲讲会当咱技术上、品质上拢有法度提升。当然，你这物件投资了的时阵，唔是讲短期间有法度通发挥吼，看到伊的成果，需要较长的时间，佮来继续来培养对吼。所以讲，伫95年第一届的时阵呢，那反倾销就延长了5年到100年。啊，100年佮到的时阵啦吼，啊当然啦，咱政府嘛考虑的就讲，实际上业者啊因经营的这个困难，所以佮再一次的延长到105年吼。105年到的时阵啦吼，啊当然。咱看到讲，咱本地的这个毛巾的产业已经有真大真大的提升啊！吼，包括一寡这少年的吼毛巾第二代的经营者，纷纷的都回笼了，这让咱这个产业看到一线生机啊！他们期待要能够振翅来飞扬的时阵呢，哇！啊，时间到啊，那边安怎？如果那是讲汹汹吼，啊，中国毛巾过去卖时，就是讲不管讲人才会折损啦，吼，啊，包括你这投资吼所累积的这成果呢，都会毁于一旦吼。所以讲，当初是伫去年1905年的时阵，咱的这个毛巾产业科技发展协会李理事长他就率领了吼，啊，向中央各再提出吼，延长反倾销这个案子的这个申请吼，当然。徛伫地方政府的立场上，咱对本地产业的保护甲发展，当然是非常的要义。咱看到咱的产业都正经有咧认真有咧拍拼，啊，这个时阵呢，需要继续啊，过来有一挂这个辅导甲保护的这个措施。所以讲，县政府嘛，真愿意安尼和咱这个同业者吼，和咱协会者啊，大家咧啊来这个向中央来争取，向中央来发声。啊，咱业者的心声会当得到中央甲咱重视啦吼。啊，所以讲伫这个月吼。12月20日，财政部正式公告了吼，决定讲这个反倾销呢，要继续再延长5年吼。虽然在这个税率的部分哦，无一定会当达到大家的这个期待啊，总是啦吼，啊，予咱够一个喘息，搁再继续冲刺的机会吼。咱对中央的决定嘛表示欢迎，啊，尤其是啦，啊，咱嘛要来和所有的业者大家共同来勉励吼，啊，毋盲讲利用这时间啊，大家应该继续过来努力吼，啊，不管是品牌的建立、品质的提升，哦，市场的开拓了，啊，那么。